最关切哪个议题？来猪的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反对让人民吃下毒物。来猪我不反对，全世界是一个公开的一个贸易市场，你想要禁止什么，那别人也会禁止你什么。你为了未来的一个全球的生存环境，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买来吃啊。